小时候看灰姑娘总是羡慕她漂亮的礼服，还有那双促成她与王子终成眷属的玻璃鞋。虽然当年看灰姑娘的女孩都已长大成人，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只知道艾莎，不知道仙杜瑞拉，但运动大佬 Nike 推出超梦幻的玻璃运动鞋，让大家的童年回忆再度强势回归啦。 Nike 以灰姑娘的玻璃鞋为灵感，正式推出全新鞋款 Nike Air Force Up Step High LX Less Slipper。 Nike 利用鹅卵石和棕榈石色的亮片，营造玻璃鞋的闪亮感效果，并以白色为基底加以烘托，整体呈现晶莹剔透的感觉。局部近看，亮片的布局十分细致，用动画呈现亮片效果，真是太梦幻了。鞋底也是优雅的白色，白色鞋带呈现公主的典雅气质。